现在主播画面中可以看到有两位男子是打成一团啊，打到民众都来劝架。这是一起行车纠纷，一位送药品的小货车司机忙着送货，向前方的机车骑士按了喇叭，让对方吓了一跳后离开。但是呢，骑士不满无故被吓，就回头找货车司机理论。骑士先不满，并向前理论，而引发口角。 两人先是在街上互呛，后来小货车司机挥拳殴打骑士，两人就在路中扭打起来，打到附近的民众也出来劝架。警方将先动手打人的小货车司机带回，将依伤害罪侦办。以上是最新状况，主播。我是刘佳，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，最新时事、国际脉动、财经动态，还有气象资讯。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，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。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。当然，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